第十一节保身立命戒其及天地人际有关善福祸淫之道理，前面都已详细进行了说明。然而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问题，就是世间的常伦夫妇不知道一年当中有很多日子是断淫之日，是斋戒之日。例如月令先雷三日，乃春分前三日，有人则敲打木铎以警告诸百姓平民，并言道雷将发生，若有不戒其色不正其容的人，身子不备，五官有缺陷，六根不足，必有凶灾等等。况且人生气血流行原与天地节气相应，倘若非时走泄，不该行欲的时候行欲，则气血不能和合成精，其伤精损气的程度百倍于其他时间。至于神明降见的时候，有些人不知道也不懂得忌讳而犯淫欲，以至于污毒冒犯神明，受到阴间谴责而不知。故世间人有很多不谨慎的人，在世间莫名其妙地感受到疾病，甚至腰扎之伤等等，在暗处遭受消怒减寿之祸而不觉。这些灾祸的引发，往往都是因为他不知道非时不迎，非处不迎，恭敬神明当有所回避和忌讳而造成的。世间人与其追悔不及，何不如遵戒守其，以自求多福，以幸免于难。今天特进入有关戒其和天地人际之其，即自爱者都能遵守且勿侵犯。月份戒日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正月初一天腊，玉帝孝世人神气禄命。月朔消禄夺忌，夺忌初三万神都会斗将。夺忌初五戊戌忌，初六六号忌雷斋日，每月同减寿。初七上会日损寿。初八五殿阎罗天子诞，四天王巡行，每月同夺忌。初九玉皇上帝诞，夺忌。十三阳公祭，十四三元将，四天王巡行，每月同减寿。十五三元将，上元神会，月望，每月同四天王巡行，每月同减寿。夺忌夺忌十六三元将，减寿。十九长春真人诞，念三三师神奏事，四天王巡行，每月同念五月会日，每月同天地苍开日减寿。损寿子待吉，念七斗将，每月同夺忌。念八人神在阴，每月同宜先一日即戒得病。念九
四天王巡秦，每月同。三十，月会司命奏事，每月同。四天王巡秦，每月同。小月即戒念酒，减寿。月份，戒日，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，果报。二，月，初一，月朔，一殿秦广王旦，多忌。初二，万神都会，福德土地镇神旦，多忌。得祸。初三，斗将，文昌帝君旦，消禄多忌。初六，雷斋日，东岳帝君旦，减寿。初八，释迦牟尼佛出家，宋帝王旦，张大帝旦，四天王巡秦，多忌。十一，阳公忌。十四，四天王巡秦。十五，释迦牟尼佛颁涅槃，月望太上老君旦，四天王巡秦，多忌。十七，东方渡将军旦。十八，四殿五官王旦，至圣先师孔子会成，消禄多忌。十九，观音大士旦，多忌。念一，普贤菩萨旦。念三，四天王巡行。念五，月会日，减寿。念七，斗将，多忌。念八，人神在阴，得病。念九，四天王巡行。三十，月会司命奏事，四天王巡行。月小即戒念酒，减寿。月份，戒日，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，果报。三，月，初一，月朔，二殿楚江王旦，多忌。初三，斗将，玄天上帝旦，多忌。初六，雷斋日，减寿。初八，六殿变成王旦，四天王巡行，多忌。初九，牛鬼神出，阳公忌，产二胎。十二，中央无道旦。十四，四天王巡行。十五，月望玄寒旦，昊天上帝旦，四天王巡行，多忌。十六，准提菩萨旦，多忌。十八，中岳大帝旦，后土娘娘旦，三毛将。二十，天地苍开日，子孙娘娘旦，损寿。念三，四天王巡行。念五，月会日，减寿。念七，斗将，七殿泰山王旦，多忌。念八，人神在阴，仓颉至圣先师旦，
得病，消怒夺计，念酒，四天王巡行。三十，月会司命奏事，四天王巡行。月小即戒念酒，减寿。月份，戒日，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四月，初一，月朔，八殿都市王旦，多忌。初三，豆酱，多忌。初四，万神善化，文殊菩萨诞，妖胎。初六，雷斋日，减寿。初七，南斗北斗西斗同降，阳公祭，减寿。初八，释迦牟尼佛诞，万神善化，善恶童子降，九殿平等王诞，四天王巡行，多忌。妖胎，血死。十四，纯阳祖师诞，四天王巡行，减寿。十五，月望钟灵祖师诞，四天王巡行，多忌。十六，天地仓开日，损寿。十七，十殿转轮王诞，多忌。十八，天地仓开日，子为大地诞，减寿。二十，眼光圣母诞，念三，四天王巡行，念五，月会，减寿，念七，豆酱，多忌，念八，人神在阴，得病，念九，四天王巡行。三十，月会司命奏事，四天王巡行。逢月小即晨念酒，减寿。月份，戒日，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五月，初一，月朔，南极长生大帝诞，多忌。初三，豆酱，多忌。初五，的腊五帝孝定人官爵，九都日阳公祭，消怒多忌，妖王其祸不测。初六，九都日，雷斋日，妖王其祸不测。初七，九都日，妖王其祸不测。初八，南方五道诞，四天王巡行，损寿。十一，天仓开日，天下都成黄诞，损寿。十二，丙寅公诞，损寿。十三，关圣降神，消怒夺忌。十四，四天王巡行，夜子时为天地交态，三年内夫妇俱亡。十五，月望九都日，四天王巡行，妖王其祸不测。十六，九都日，天地元气造化万物之成，三年内夫妇俱亡。十七，
九度日，妖王其祸不测。十八，张天师旦，念二，孝娥神旦，多忌，念三，四天王巡行，念五，九度日月会日，妖王其祸不测，念六，九度曰，妖王其祸不测，念七，九度日斗将，妖王其祸不测，念八，人神在阴，得病，念九，四天王巡行，三十，月会司命奏事四天王巡行，月小即戒念九，按此月以全戒为事，减寿，月份，戒日，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六，月初一，月朔，多忌。初三，斗将，阳公忌，多忌。初四，南赡部周转大法轮，损寿。初六，天仓开日，雷斋日，损寿。初八，四天王巡行。初十，金粟如来旦。十三，景泉龙王旦。十四，四天王巡行。十五，月望，四天王巡行，多忌。十九，观音大士涅槃成道日，多忌。念三，南方火神旦，四天王巡行，遭回路。念四，雷祖旦，关帝旦，消禄多忌。念五，月会日，减寿。念七，斗将，多忌。念八，人神在阴，得病。念九，四天王巡行。三十，月会，司命奏事，四天王巡行，月小即戒念九，减寿。月份，戒日，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七，月初一，月朔阳公忌，多忌。初三，斗将，多忌。初五，中会日，一座初七，损寿。初六，雷斋日，减寿。初七，道德腊，五帝孝生人善恶，魁星旦，消禄多忌。初八，四天王巡行。初十，阴毒日大忌。十二，长真坛真人旦。十三，大势至菩萨旦，减寿。十四，三元将，四天王巡行，减寿。十五，月望三元将的官孝吉，四天王巡行，多忌。十六，三元将，减寿。十八，西王古旦，
多计。十九，太岁旦，多计。念二，增福财神旦，消禄多计。念三，四天王巡行。念五，月会减寿。念七，豆酱多忌。念八，人神在阴得病。念九，阳公忌，四天王巡行。三十，的藏菩萨诞，月会司命奏事，四天王巡行。月小吉戒念九，多忌减寿。月份戒日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八月初一，月朔许真君旦，多忌。初三，豆酱北斗旦，司命造君旦，消禄多忌，遭回禄。初五，雷声大地旦，多忌。初六，雷斋减寿。初八，四天王巡行。初十，北斗大地旦。十二，西方五道旦。十四，四天王巡行。十五，月旺太阴朝元，以焚香守夜，四天王巡行。报王。十六，天曹略刷真君将，平妖。十八，天人心福之臣，宜斋戒存享吉事。念三，四天王巡行，汉桓侯彰显旺旦。念四，造君夫人旦。念五，月会日减寿。念七，豆酱至圣先师孔子旦，阳公忌，消禄多忌。念八，人神在阴，四天会试得病。念九，四天王巡行。三十，月会司命奏事，诸神考校，四天王巡行。月小吉戒念九，减寿多算。月份戒日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九月初一，月朔南斗旦，自初一至初九北斗九星将，此九日聚于斋戒，消禄多忌。多忌。初三，五温神旦。初八，四天王巡行。初九，斗母旦，风斗大地旦，玄天上帝飞升，消禄多忌。初十，斗母将，多忌。十一，一戒。十三，孟婆尊神旦。十四，四天王巡行。十五，月旺四天王巡行，多忌。十七，金龙四大王旦，水厄。十九，
日宫月宫会合，观世音菩萨出家日，减寿，念三，四天王巡行，念五，月会日，阳宫祭，减寿，念七，豆酱，多祭，念八，入神在阴，得病，念九，四天王巡行，三十，药师琉璃光佛诞，月会日至司命奏事，四天王巡行，月小吉戒念九，为吉，减寿，月份，戒日，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十月初一，月会明岁腊，四天王将，多忌，一年内死。初三，豆酱三毛蛋，多忌。初五，下会日，达摩祖师诞，损寿。初六，天朝考察，多忌。初八，佛涅槃日大祭色欲，四天王巡行。初十，四天王将，一年内死。十一，一戒。十四，三元将，四天王巡行，减寿。十五，月望三元将，下元水府孝吉，四天王巡行，多忌。十六，三元将，减寿，念三，阳宫祭，四天王巡行，念五，月会日，减寿，念七，豆酱，北极紫薇大帝酱，多忌，念八，人神在阴，得病，念九，四天王巡行。三十，月会司命奏事，四天王巡行，月小吉戒念九，减寿。月份，戒日，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十一，月初一，月朔，多忌。初三，豆酱，多忌。初四，至圣先师孔子诞，消禄多忌。初六，西岳大帝诞。初八，四天王巡行。十一，天仓开日，太乙救苦天尊诞，多忌。十四，四天王巡行。十五，月望，四天王巡行。上半夜犯，男死；下半夜犯，女死。十七，阿弥陀佛诞。十九，太阳日宫诞，起火，念一，阳宫祭，念三，张仙诞，四天王巡行，绝四，念五，略刷在福将，月会日，大凶，念六，
北方无道旦。念七，豆酱多忌。念八，人神在阴得病。念九，四天王徐行。三十，月会司命奏事。四天王徐行，月小吉戒念九，减寿。月份戒日戒由原因，犯者报应果报。十二月初一，月朔多忌。初三，豆酱多忌。初六，天仓开日雷斋日减寿。初七，略刷大夫将二级。初八，王侯腊释迦如来成佛之臣。四天王徐行，初旬内戊日多忌。十二，太肃三元君朝真。十四，四天王徐行。十五，月望四天王徐行多忌。十六，南岳大帝旦。十九，阳公忌。二十，天地交道促寿。念一，天由上帝旦。念三，五月神将四天王徐行。念四，司命朝天奏人善恶大祸。念五，三清玉帝同将考察善恶其祸。念七，豆酱多忌。念八，人神在阴得病。念九，华严菩萨诞四天王徐行。三十，诸神下降查访善恶犯者男女俱亡。批以上戒其每年通共合计225日，闰月时参照前月。每年的每月戒日都是固定的。零二分之月，春分，雷将发生，犯者身子五官四肢不全，父母有灾，宜从惊蛰节尽起戒过一月。秋分，杀气尽盛，阳气日衰，宜从白露节尽起戒过一月。此二节之前三后三共七日，犯之必北为吉，由宜切戒。零二至之月，夏至，阴阳相争，死生门判之时，宜从芒种节尽起戒过一月。冬至，阴阳相争，死生门判之时，宜从大雪节尽起戒过一月。此二节乃阴阳绝序之交，最宜禁忌。至节之前三后三共七日，犯之必北极极，由宜切戒。临冬至，半夜子时，犯之皆主在一年内亡。后更新日第三虚日，临三元日，犯之减寿五年。临四立、四离、四绝日、二赦日，犯之皆减寿五年。临赦日受胎者，毛发皆白。临三伏日、闲日、会日、
每月三星日，饭之皆减寿一年。临甲子日、庚申日、太岁日、拈香持斋供谢佛日，饭之皆灭寿一。临祖先亡忌日、父母诞日、忌日，饭之皆减寿一年。临己身夫妇本命诞日，饭之皆减寿。临丙丁日、天地仓开日，饭之皆得丙。临癸拜日、大月十八日、小月十七日，饭之得丙。临十二大拜日、甲吉年、三月戊戌日、七月癸亥日、十月丙申日、十一月丁亥日。临乙庚年、四月壬申日、九月乙巳日。临丙辛年、三月辛巳日、九月庚辰日、十月甲辰日。临丁壬年、无忌。临戊癸年、六月己丑日。此皆大不可犯之日一戒。临阴错日、正月庚戌日、二月辛酉日、三月庚申日、四月丁未日，此阴不足之日，具一戒。五月丙五日、六月丁巳日、七月甲辰日、八月乙卯日、九月甲寅日、十月癸丑日、十一月壬子日、十二月癸亥日。临阳错日、正月申寅日、二月乙卯日、三月甲辰日、四月丁巳日，此阳不足之日，具一戒。五月丙五日、六月丁未日、七月庚申日、八月辛酉日、九月庚戌日、十月癸亥日、十一月壬子日、十二月癸丑日。批以上戒期，每年俱宜按照时限书逐月查明录出，加在此本。遵一境界，天际切一境界，酷暑严寒，犯之得重疾不救，烈风雷雨，天地晦明，日月薄时，红线地动，犯之产怪物生死，白昼，星月之下，灯火之前，犯之皆减寿。得忌切一境界，庙宇寺观堂之内，犯之大减禄寿。井灶清澈之侧，荒原种木施救之旁，犯之恶神降胎，并产怪物生死。人忌切一境界，欲怒大怒伤肝，犯之必病。远行，行妨百里者病，百里行妨者死。罪报，罪报行妨，五脏反复，空腹，犯之伤元神。病后，犯之辨证复发。胎前，犯之伤胎，故凡有孕后，即宜分床绝育。一则克尊胎训，一则无堕胎之患，即小儿胎毒胎脆，胸显肝痘，油风惊痫，牙肝等病。二则所生之儿，男必端严方正，女必贞静悠闲，自然不犯淫逸。产后，
十余日内犯之父必死，百日内犯之父必病。天癸来时，犯之臣且麻疹，男女俱病。竹席，竹性寒凉，犯之易感寒气。薄青，犯之寒气入骨。窗隙有风一闭，夜深就枕一戒。交合财币，婴儿在旁啼哭，物则与辱。交罢物即挥扇，即饮冷茶水，以若过受凉，或至即死。一系物两度，物服春方邪药，物续缩不泄。生病，生疮，出痘，非十分复原，万不可犯，犯则多半必死。木吉，未月或十月，犯之必瞎。须毛症，虽养好强健，犹须断愈一年。若以为复原而犯，多半必死。伤损筋骨，好后犹须戒百七八十日，若未过百日，犯之必死。纵过亦必致残废，过辛苦，过操心，过热，过惊恐，过忧愁，皆不可犯。犯之轻则痼疾，重则即死亡。按照以上逐月戒期及天忌、人忌等日外，每月尚有六七日毫无忌犯之日。若论保身之事，每月本属至多三四次，故能疾病不轻，精神强固。而且寡欲者，必多生男后代，四身体亦必强固。彼少年心曲，往往纵欲伤身，使百年好合，一时耗丧殆尽，深可悲也。为什么不谨守戒期，保身立命，使日后有偕老其眉之境，子孙众多之庆，天伦尽享之乐？第十二节保身广寺要义。主尚书在广寺中说，古代男子三十而娶，女子二十而嫁，为的是让年轻人的身体充分发育成熟，所谓阴阳完足，这样可以确保娇而育，孕而育，育而寿。然而后世子孙不能严格遵守这一教诲，男子未满十六，女子未满十四就早婚，所谓早通世故。因为他们的身体尚未发育成熟，也就是所谓的五脏有不满之处，如此以来一般在婚后大都有奇怪之病，甚至身多不育，名多夭亡。总而言之，都是身为父母的人而不知为人父母之道，父母之道关系不小。世间人作为父亲，爱着面子，不便教子；做老师的，羞于启齿，不便传弟子。到了后来开始觉悟，然悔之晚矣。为此我特讲粗浅之言，目的是让后生都能明白，都能知晓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，如何才能多子多孙，而且世代不衰。凡女子十四岁后，经水每月一来，三日方止。一般来讲，以三十日来一次为正常。若二十几日便来，
或三十几日方来，便为精水不调。这种情况，多数人难得怀孕，故必须要服药，先调女经，经调正常，然后夫妇相合。行房应在经血三日干净之后进行。圆了凡云，凡妇人行经将近，只有一日，阴孕之后，未春意动也。妇人只是含羞不肯言。做丈夫的，平日要密告知，让他到了这个时候，要告诉丈夫，如此可以一举而得。张景岳云：男女交媾成胎，精血和合，成后天有形之物，等一点先天无形之气到达，然后成孕。丈夫先天之气盛者，多生男孩；妻子先天之气盛者，多生女孩。正常情况下，应男女两气其道，适逢其会，即可受孕。对于女子来讲，其先天之气非情动之极不易道，道则子宫避开，息而受孕矣。对于男子，所担心的是精薄不能成胎，失于无用耳。因此最上等的做法是男子保精数月才一行。古云寡欲者多生子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中等的做法是待女子精尽之后则行，或月明朗无风雨之夜亦可。平常之日不尽女身，或另一房，另一床，另一被，只有这样才会身子一沉而身体也饱。下等的做法是不论十日或三五夜一次，此人必成内伤。最下等的做法是夜夜一次或一夜两次，这种人堪称亡命之徒。这种人必定精如水薄，不久的暴病而死。其次，凡朔望农历的初一和十五，先夜不可行欲。每天的五更半夜，身中阳气出生，一次当百次，不可行欲。身有小病，不可行欲。醉饱之后，坐船走路，二三日内不可行欲。大风大雷，大冷大热，日食月食，神前就后，持斋祭祀，日月灯烛光照，不可行欲。每月的庚申日、甲子日、本命生辰日，每月二十八日，不可行欲。且男女交媾与梦遗之后，三五日内莫下冷水，不可沾一切冷饭食，不可吃凉药。如有必须服药之病，宁可对医名言。尤其是孕妇，不可全靠看脉，恕不误事。暑天不可贪凉，冷天不可冒风雨，若犯之，必有厥阴之症，在男缩阳，在女缩乳，四肢冰冷，肚疼而死，虽想尽办法而不能救。女子行经体虚，禁忌如上。又如小产，大半由夫妇不紧，三五月内明产，人得而知；一月半月内暗产，人多不知。农历一月属肝，肝主疏泄，夫妇不紧，常有前半月受胎，后半月已堕而不知者，甚至有屡孕屡堕，肝脉屡受其伤，最后导致终身不孕的人大有人在。凡是妇人受胎后，警戒不犯淫欲，确保万无一失。
况孩子在腹中，依赖母亲精血保养，交媾一次，胎元便遭损一次。侥幸生下来，小孩病患必多，痘症必显，多难养成。世间凡事想真正爱护子女的人，务必要多方提防保全，直到孩子十六七岁时，先天的根本不受伤害，则孩子一生少病。而不知道孕期交媾厉害的人，也就不知道孩子在父母取乐的同时，而在母腹中同时受到严重的伤残，更严重的是导致孩子出世后不得成人。这是谁之过？岂不痛哉？有人用完散入宫而种子，哪里知道精血中怎么能容渣子混合？古语云，种子而生子，断精穿骨死，甚至言种未必生，生未必育，徒造业也。以上都是为人父母之道。过去年壮的时候常喜欢给人讲，现在老了没有办法到处去讲了，只好写下这篇文字以代口传，愿世间人各知自爱，以爱其子可也。遗孙真人曰：人生非金铁铸成之身，乃气血团结之身。人于色欲不能自知节制，往往在开始时认为无所谓，总觉着我身体好着呢，就算偶尔任情放逸也不会有什么大事。老这么想，于是日损月伤，时间久了导致精髓亏，气血败，而生死矣。从经络学讲，人之气血行于六经，一日行一经，六天而周遍六经一次。所以外感风寒的人必须要等七日之后气血行绕六经，一周之后才会发汗而月，所谓精进而汗解。人当遇事浓时，无不心跳，且身不由己的出汗，身热神迷，此时因骨节豁开，经脉离脱，精髓既泄，一条筋的气血即伤。一经既伤，必须等到七日气血再转到此经之日，方能复原。一云七日来复，就是指房事后要休养七日的意思。世间人不到七日又行房而走泄，导致精气不能复原，一伤再伤，以致外感内亏，百病俱起。对此人们都把得病的原因归罪于时节气候，认为得病是正常的事，是自然得病，殊不知自己所得病非一朝一夕之功夫，其真正的原因是过度淫欲，身体经脉长期得不到恢复，由此而慢慢形成的。由于世人没有理解和严格谨守七日来复的真实意思，今天特别在此提出来，并立下限制，作为节欲保身之本。第一，二十岁时以七日一次为准，三十岁时以十四日一次为准，四十岁时则以二十八日一次，五十岁时则以四十五日一次，至六十岁时则天癸已绝，金水已绝，不能发生，即一段色欲，绝房事，故精髓以清洁闭脏为本，万不可走泄矣。以上限制日期专指春秋两季而言。若
冬夏两季，一则火令极热，八泄无余；一则水令极寒，闭脏极密。所以人少年时应以断欲为主，二十岁时或可十四日一次，三十岁时或可二十八日一次，四十岁时或可四十五日一次，至五十岁时且气大衰，夏令或可六十日一次，冬令则宜谨守不懈。天地自然之气与人之气是同步的，冬令闭脏致密，专为来春发生之本，尤重于夏令时备也。依此者，可却病延年；为此者，必多病短寿。二王连行曰：昔日莲池大师对王大器明明安毒药于恶食中，是杀之惨也；暗暗安毒药于美食中，是欲之惨也。呜呼！古往来今，才人志士、大志成就者位数甚少，大多寿命短促。究其原因，都是多欲而致然也。这类人在行欲之前，亦之自爱，而于事后，亦之追悔也。可是往往事到临头，欲心一次而壮志遂泯，认为一次无妨，以后自己多加注意就是。哪里知道以后还是这么想，乃至次次皆作如是想，欲望是越放纵越炽盛，以致不能自制，无可奈何，由此而导致精竭体弱，并以死矣。因此说，事前自爱无益也，事后追悔无及也。怎么办？必须于将要行事时而强遏止之，要马上提起关照，想想此事到底有何乐趣，事后会有什么害处，不禁哑然失笑，哈然丧气。人哪，忍一时之欲而生避世之志，真正的才人志士应当这么办，应当这么做。对于那些甘于下流自损其身的人，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劝诫，只好劝他去看莲师大师的教诲。另外规劝也要利用善巧方便，在某种场合下故意对着那个已经在守戒止欲的人大声说，你要知道节欲，要知道保身，云云两个人演戏，那么在旁边的人无意之间也就听明白了，进而能引起警觉，效果明显的，马上就会回头了。总之纵欲成患，正常家事合法夫妻尚且如此，何况那些纵情欲越场所邪淫嫖娼的人，更是自取灭亡，而甘心来世堕沦于畜类，可不哀哉。寿康保健现代全 EHTML